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委员李桂敏、徐耀昌、陈碧涵、郑如芬等25人临时提案，鉴于海峡两岸智慧财产权保护协议已在第五次江城会中完成签署，并于2010年9月生效，该协议第7条明定，政府应建立执法协处机制，以有效保护智慧财产权。唯因政策宣导不足，民众未能透过经济部智慧财产局网站了解请求协处之方式与后续处理流程，以致海峡两岸智慧财产权保护协议生效至今成效有限。原建请行政院责成经济部智慧财产局于网站首页中设立两岸智慧财产权执法协处专区，加强宣导说明两岸智慧财产权协处机制，并于专区中直接建置线上受理窗口，以便民众能够迅速取得应有之协助。是否有当，敬请公决。谢谢。